大家好，我的老师老朋友都知道，我前一阵子给老板送饮料，这老板赔的嗷嗷叫，也不干了。一下我给他十道糖果，这废品他也不要了，都给我了。这十道管卖好几百的呀，走，回家。高兴了，这个啥子高兴啊？感觉高兴。你还想我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要吃啥饭？来一锅煮老卤面条。卤面条好喝啊？可香啊！喝几碗？喝大碗。吃饱没有啊？吃个饱。吃饱了，等着饿吧。咱这不就快去看吧？拿回来。有人了。我去看一个。挑大辣的都行。这都齐了，齐活。这还有在羊站呢，都在羊站摊喝个。哎呀，羊站切成片儿，起锅烧药。哎呀，羊站炒一下。压不开水，再切点盐给蒜黄，放点盐调调味儿。再来点鸡精，再放点胡椒粉，再放点粉条，炖个10分钟。好，起火啊！羊杂汤出锅，放点香菜，再来点辣椒。在冬天里喝这一盆羊杂汤得意的很呐，你看这肉多不多？好喝的很，这比外卖的好喝的。他会给你长那些肉吗？对的。真得劲呐！小段来，给我添膏药来。咋的？站不起来，腰疼。你洗了跑步去了吗？是的。咱俩跑步去。是、啊，哎，对吧？两个事儿，这是肾嘛？腰不该后头的腰。那我也不做这啥，反正我一跑步我就这疼。我上天，你两个事儿。好、啊。